十度。啊，すごい！素晴らしい！甩筷子，甩甩球，甩了，甩了，刚刚好。三十秒。下一道菜，炸牡蛎，奶油牡蛎。好会点的感觉。噔噔，来。哦，奶油蛤蜊跟炸牡蛎。奶油蛤蜊不是奶油，你一定要先喝那个汤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汤是所有的那个精华都在那里面，过关了，过关了。那没有半滴水的。哎，过关是辣。哎，那不是哦，蛤蟆还蛤蟆是固什么？固啥？固胆汁吗？不是啊，固肾，肾的，清肺的，清肺，清肺。炸，这一定女生很爱。啊，一口你嘴巴蛮大的呢，食量也大哦。好哎，好不会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你吃你看你吃就好，我们喜欢看你吃，看你吃。你们前面都吃太多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饱了。哎呀，上菜了！哦，豆花妹很会点呢，谢谢。哦，看起来厉害了，我要吃了。刚好，等一下，豆花妹，这个要。拉开，对，它里面也有加我这个，这个这个哦，对，海鲜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对，这个年底七合一马上要到了，所以他点这个是对的，对对对，冻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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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哦哦，哇，要拌好拌好，哎呦，哦，日本粽，哇，哎呦，尖叫，尖叫，你看，你看，先把蛋黄舔掉，对，再讲话，对，好吃，对不对？好吃，对，这个片平力，这个片平力很厉害，就做这些。我觉得老板对我有偏见的，他们每一个人的鱼片看起来都比我好。你的看起来就像那个，看起来好像隔壁店里定时哈。对啊，哦，这个冻饭看起来厉害，这个不贵嘛，而且这个适合女生吃，这样小小的一碗。吃看这好可爱哦，日本煎蛋哦，是它的文化。切成两片的，最麻烦这一片，没有最麻烦的煎蛋，甜甜的。它上面那个好心，上面名探，这个黑尾鱼厉害哦。嗯，这个颜色，这赞这黑尾鱼，可以拿，对，沾一点点啊，耶，哦，对对对，哦，哦，哦，你看它的扎实度，啊，十万的话，西班牙式，甩筷子，甩球，甩了，甩了，刚刚好，输了三秒。下一道菜，炸牡蛎，奶油牡蛎。好会点的感觉。噔噔，来。哦，奶油蛤蜊跟炸牡蛎。奶油蛤蜊不是奶油，你一定要先喝那个汤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汤是所有的那个精华都在那里面，过关了，过关了，那没有半滴水的。哎，过关是辣。哎，看不起哦，蛤蟆还蛤蟆是固什么？固啥？固胆汁吗？不是啊，固肾，肾的，清肺的，清肺，清肺。炸，这一定女生很爱。啊，一口你嘴巴蛮大的呢，食量也大哦。好哎，好不会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你吃你看你吃就好，我们喜欢看你吃，看你吃。你们前面都吃太多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饱了。哎呀，剩下我还有点饱。我刚一下飞机下来就磕了三个便当，你说呢？现在很后悔哈，有一点好的，好吃。那你的菜都到齐了，对不对？到齐了，不会超过1000块。这个你认为是多少？蛮小资，这个应该300多而已。300多，嗯。这个应该也是200-300，250，嗯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个300多了，差不多一颗80块。哇塞，我那个汤是怎样啊？好好喝哦，也很好吃。你这么没了，你人家就撑都撑过了。各位，现在马上公布一下我们蔡黄如小姐，她的价钱是什么？1860。差20块，好厉害！谢谢台哥，谢谢台哥，台哥厉害，谢谢台哥，就是你了啦！我的天，蔡黄如很厉害耶，总价值1860元，差距20元而已，战况急转。请问你要吃点什么？我要那个，我想要吃那个麻婆豆腐海鲜啊，没有牡丹虾冻饭啊，都没有了，不好意思，刚好卖光了，对不起，刚好卖光了，那我点一下嘛，我点，那我再来了。
我觉得喝了两杯 sake 哦，现在慢慢有点慢，头晕开了吗？舒服的 ，keep on。好，玩那个牡丹虾冻饭，牡丹虾冻饭吗？好，一开始就主食推了，当然牡丹虾冻饭两份，两份两次。两份吗？一份一份，这样点太便宜了。然后那个没有没有，哎，牡丹虾哎，你们刚刚前面吃的冻饭真的太便宜，那也就300多块不得了。不然那个私房菜色那个尾鱼佐山药，私房菜都比较贵。尾鱼佐山药，尾鱼佐山药顶多就是280了，太便宜。怎么可能？没有便宜，因为尾鱼你要除非你想说是那个 Otolo 佐山药，那就差多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想骗我，你点那么贵的。露露，不管你点什么都没有关系。嗯。这一份就算我点的，真的吗？可比斯加冰块半。对，从那边到这边，好想喝哦。对啊，好想喝，想到都很想喝了。我不再要求沙瓦，好不好？可比斯就好。哎，我还要再一个那个炸虾，炸虾吗？炸邯郸爷的。炸邯郸爷。炸邯郸爷。那么大只吃得完吗？地瓜黑糖吗？不能乱点呢、啊！你别乱点，你现在点的很穷的，你知道吗？炸邯郸爷，没有，我都有在算的。吃得完？我跟你说。大概哈那个牡丹冻饭，我觉得大概500-600块。他来阴的哦，你给我下台哦，他来阴的。想要花钱请大家嘞，那么多。露露点了牡丹虾冻饭、尾鱼佐山药、老海天炸虾、地瓜黑糖蜜以及可尔必斯，总金额会是多少呢？第一棒出来就是楼主，好吧？哎，不一定哦，露露可能会大吐血哦。不可能，我觉得我抓得很刚好。台共哦，今天谢谢台哥。你点了一道有 table show 的，你完蛋了。真的？是你刚那个点的太穷酸了一点，我没骗你。不会啦，加油，不知道。好，请上菜。哇，上菜啦！这是你全部的菜啊？对，这是全部的，没错，全部的。哎，完蛋了，我觉得。你全部点这样啊？全部点这样吗？危险哦！先吃再说吧。哎哎，这里还有这个还有乌泥哎，还有海胆哎，这个冻有海胆哦哦哦哦，还有那个虾软，这个冻饭大概我估计是差不多500块，我觉得500到600，五六没有，这个大概480。我也觉得480差不多，因为台哥好会算，因为他要争取客源呢、啊，他不可能，他不可能。那你怎么前面点成那样？不是，因为我估错那个天锅，我以为是。我要吃了。他叫天锅了嘛？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炸虾怎么样？好烫啊！喂喂，原来不是好吃。蜜糖薯条先吃一下，好越好越。我最有兴趣的是这一个，居然不先吃这个。哎哎 ，no 这个饭这样，我饭真的很好吃哎，很厉害。加乌尼这个很好，这个露露，我可以帮你服务这一道吗？那个 Otolo 山药，可以，来来来，这个，哇，这饭太厉害了，露露，我给你保证，我跟你讲，我重新估一遍，这个这样子绝对不会超过1000块，真的吗？我猜了，还刚刚2700，他全部的菜都到了吗？就只有这样吗？都到了。可尔必斯是老板送的，不能算钱。没有。台哥，我看你今天输定了。真的吗？我刚看到他点的菜单，他点的全部就这些没错，但是他点8瓶可尔必斯。哇 ！My God！ 哇！陕西，你喜欢吃这个啊？陕西的山药，山药 good for your man food， 对男人很好的山药，好东西啊！哇！主持大人们好开心哦！各位，那么现在准备了公布了，台志云先生呢差了820块，最后一位有希望的露露，如果低于1000块，你会输到露露点的菜是1050元，830元啊！所以露露差比较多哎，露露差830哎，台哥差820。